术学院，我是学舞台美术的。我现在特别高兴，今年是兔年，兔年的大年初一，我们中国好多孔子学院的同学在这里举办了隆重的舞龙舞狮表演，还有中国好多朋友过来进行新年的表演，还有那个安塞腰鼓之类的，特别精彩。我到这里来观看，我感觉特别自豪，我感觉中国的节目特别受外国人的欢迎，中国一天又比一天强大了。我现在我在国外，感觉特别幸福。